好些。时间太久了，一样的。照亮了，照亮了。怎么没有人性了？我操！
哎呦，这出土了很多文物哎，来着。嗯。我不知道是。嗯。你翻译一下，看看是。这是哪里呀、啊？你那。对，我们出土了一批文物，叫马丁精美瓷器，这个应该是欧洲的，因为。很漂亮。欧洲呢，他学中国的这种陶瓷烧造的这种出现冰裂纹的这种。陶瓷工艺其实是上个世纪的40年代，这很难得哎。来着，我们发财了。先发财，让你把几个牌。啊，这才五个，烂了一个吗？等我再招一个。哦，这个电纸都还在。还用新的。新的，纯新。这就不一样
真漂亮。过去。演示一下，
去了一点地形。好，是往回扔的，在这儿，再下边。愚公的精神，老周好厉害，剩下最后一根桩。狗出来了。胜利完成任务。菜地出来了。菜地出来了。山雨欲来风满，